蓝草莓夫人觉得好困扰啊。个细路女拥有嘅嘢系咁贫乏，但系佢竟然咁开心、啊。夫人真系要好好地谂下啦。啊，夫人，你嘅王国喺度等紧你啊！等我一阵间先谂啦，而家系时候购物啦。购物城摆住售货员头先提过嘅每一件货物啊，佢哋令到夫人感觉头晕眼花。哦，我觉得头晕眼花，真系会头晕眼花。夫人啊，不如我哋一齐嚟行下。呢个系蓝草莓夫人有史以嚟觉得最好嘅时光啊！冇一件佢睇到嘅嘢系佢唔想要嘅。佢第一时间睇到一套同珊瑚先生拥有一模一样嘅餐具，仲有全身立立令嘅富兰克林汤羹。之后佢睇到同埋克拉罗斯夫人所拥有一样嘅电子牙刷，仲有用嚟放豉油嘅陶瓷樽。当然仲有爱德华同埋谭美屋企嘅梳化啦，更加唔少得一系列嘅厚绒睡衣。总之，蓝草莓夫人凡系睇到同相里边一样嘅嘢，佢全部都放入去购物车里边噶。唔使好耐，佢就放晒十二架购物车啦。但系佢冇停到啊，佢仲要继续、啊。夫人啊，不如我帮你将啲货物送去你屋企好嘛？咁样咧，你就可以继续购物，咁样会比较悭时间，送货九折嘅。好啊，呢、這个提议唔错啊。我唔知道呢个系咪个好提议啊。哦，你睇。空气压缩机啊！佢攞咗枪刮啦，同埋一箩卫生纸，仲有工具箱同埋钳，还会立体声扩音器。好快，夫人嘅购物车就排满成条走廊，再伸延到去铺头门口，同埋一直通去屋企嘅路上面啊！我行够啦，不如我哋翻屋企啦，好唔好啊？哦，仲有几行货架，我哋仲未睇噶。唔得，直至我拥有所有我需要嘅嘢之前，我系唔会走噶。爸爸，你睇下，呢个系我喺电视上面见到嘅火车组合啊！呢个小卡西升级版有埋工作灯同埋仿真嘅气味，我真系好想好想要啊！爸爸，你可唔可以买俾我啊？啊！呢、這个玩具真系好啊，不过太贵啦。系嘅，不过乖仔啊，我哋真系买唔起呢个玩具啊。但系仲有冇其他你中意噶？你中唔中意诶皮球啊？我哋今日可以买个皮球翻去啊，你觉得点啊？好啦，皮球都唔错嘅。咁迟啲我哋可以去公园嗰度玩皮球。当然可以啦，乖仔。嗯。Thank you, Dad, for our day, for our trip to the mall, for the time just with me, for my big red bouncy ball, for the fun that we had. I'm so happy you're my dad. That's why I say thanks every day. That makes the 夫人更加困扰啦。点解呢个细路仔？冇得到自己真正想要嘅嘢，都可以咁快乐。点解佢拥有咁多想要嘅嘢，都系唔快乐嘅？啊，夫人啊，我谂你一定会喜欢摆喺下一行货架嘅面包焗炉噶。就系呢一刻，蓝草莓夫人有一个革命性嘅想法啊！我并唔需要面包焗炉啊！
是的，可能你不需要这个面包焗炉的。我的意思是，谁才是真正需要这件事呢？但是我们都知道你一定很想要这个面包焗炉的。不是，我并不想要。我终于知道其实我想要些什么了。是什么啊？我想要那个皮球带给那个男仔，还有那块果批带给那个女仔的那一样东西啊。那些是什么来的？一颗喜乐的心。一颗什么话？一颗喜乐的心，他们都拥有一颗喜乐的心。那些喜乐的心放在哪一行货架里面呢？我恐怕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东西啊。突然间一切都清楚了。喜乐的心不是来自商店里面的东西，或者那些小孩是对的。喜乐的心是来自感恩的心啊。哦，我真的很傻啊。一直以来我拥有这么多东西，我有屋了，有这么多食物和朋友，但我仍然想去拥有更多的东西。不用了，现在我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全新的蓝草莓夫人，她将会为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感恩啊。